你中午高烧？高烧？今天不带货了，家人们，今天不带货，今天不带货了啊！是化妆师严重高烧了，已经病了啊！我们可以唱一些抒情歌，好吧，家人们。来，马上20000人了，欢迎大家！我们今天这样子播的话，我就比较没有压力啊，比较没有压力。终于开播了，什么久？等了我很久吗，家人们？想听你吹牛。我现在就是怎么说，我现在喜欢用手机播，用手机播我会比较放得开一点，因为相机播我又给盯在这里了，又盯在这里动不了了。马上20000人来，我们唱一首《红颜知己》送给你们好吗？哒滴哒滴哒哒。哒滴哒滴哒哒，我就感觉我的《红颜知己》都唱不上去了，这样。哎，窗外是月亮吗？不是，是灯光，是灯光哟。哟吼！想看我聊天啊？从未想过这样的结局，爱到最后还是分离。爱情的路口，你选择了逃避，想做上游却不再继续。只怪当初真的太爱你，爱到心碎，爱到不离。想要的幸福总是遥遥无期，爱到最后却化成了泪滴。如果今生做不了你的唯一，就让我放手，让你远去，忘了相思相守的甜蜜，忘了我们朝朝暮暮的点滴。如果今生做不了你的唯一，就让我在来世的路口等你。如果爱不能走出回忆，就让我做你的红颜知己。怎么都不想听我唱歌，怕我嗓子太哑了是不是？只怪当初真的太爱你，爱到心碎，爱到不离。想要的幸福总是遥遥无期，爱到最后却化成了泪滴。如果今生做不了你的唯一，就让我放手，让你远去，忘了相思相守的甜蜜，忘了我们朝朝暮暮的点滴。如果今生做不了你的唯一，就让我在来世的路口等你。如果爱不能走出回忆，就让我做你的红颜知己。
行吧，家人们，不想听我唱歌，不唱了。啊，嗯，他们不想听我唱歌，他们只想听我唠嗑。今天我这下午在用小号播的时候，可爱听呢，他们啊、嗯，听我在那发疯，看我在那发疯，好开心啊。家人们，我们可能就是怎么说，我们就是因为在这个巴音布鲁克这边呢，就是他们的天气就有点阴晴不定，你知道吧，然后这个气候有点受不了，这气候是有点难受啊。然后他们有跟我说想要我去伊犁做，就是这边不做，我们想要我去伊犁做，但是我现在就是感觉身体有点不太行，身体有点不太行，所以我在考虑我还要不要去伊犁。伊犁的话呢，就是因为那边有非常多的人啊，现场的人会非常的多啊啊，我在想我要不要去啊，你们说我去不去啊？你们说我去吗？我感觉我是感冒了，就是不去啊。可是那边的话呢，没有高反哦，那边没有高原反应，那边的海拔不高。嗯，去吗？但是我要28号，要舞台要搭建，还要两天两三天，舞台搭建要两三天，所以这两三天我在想，我是不是要出去新疆玩一下啊？去新疆玩一下啊。对，伊犁的气候非常好，伊犁也不是很冷啊，也没有高原反应。在这边唱歌真的属实太累了，家人们，这边唱歌去吗？那就去。既然到了新疆就要去啊。嗯，全是想要我去。那边也会搭舞台，也会给我们搭。养好身体啊，我身体还好。休息去玩两天，带你们去看风景。对，其实我也是这么想，就是因为我们真的坐太远的车来到这里了，然后这边的气候还有这边的没做好，这场活动没做好，但是我想去伊犁的话应该会比较的成功啊，去伊犁做应该比较成功。带你们看大美新疆，感冒了不要去，我没关系。去到，而且伊犁现在也是薰衣草还没有，还有什么还在开哦，薰衣草。因为我一直想，我从来没有看过那种一大片的薰衣草庄园，我觉得可以去看一下，好不好？那就这么定了，就是我们就明天，我还想在这里还做一场嘛。明天我们在草地上，这个草地上做一场，然后26号我们就出发去伊犁，然后27号的话可以带你们，用小号带你们去看一下伊犁的美景，好不好？然后28号我们就可以舞台就搭好了。哎，其实没有多少天啊，26号出发，27号。这里到伊犁很近，只要4个多小时，而且都是有高速。上次我们从乌鲁木齐过来的时候，是一直是走国道的，那个路非常的颠簸，非常的颠簸，好吗？
既然来了新疆，我觉得我们来了咱们就去看一看啊，然后也圆一下，因为一直想去伊犁，说实话也一直来到了新疆，咱们就去一下啊，好不好？新疆伊犁的气候应该很好吧，比这里好一点比这里好一点这里就不做了吧，他们不想我在这里做了，他们觉得在这里做太苦了，在这里高原反应唱歌太喘了。但是我觉得咱们来到这里是不是明天还是在草地上播一场吧，我明天想换一种方式给你们直播，就是不上舞台直播，然后在草地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在草，但是你知道吗，这边太阳很大，但是外面你知道多冷吗，真的就冷得你的手都要生冻疮的那种。然后明天我想的是早点在那个草地上播，然后弄两匹马，把两匹马牵过来，好不好？啊，难得的机会一定要去啊。谁现在直播间有谁在伊犁吗？现在有谁在伊犁吗？能告诉我你在那边的天气怎么样吗？你告诉我伊犁的天气怎么样吗？明天玩一场，对，明天就不要去做那种平时的大舞台，我们可以明天换种方式直播。觉得要不停的尝试新的模式啊，对不对？不要老是大舞台大舞台了嘛，是不是？草地有水吗？别骑马，我要骑啊，我要骑到马上唱歌。在啊，来，在伊犁的宝宝告诉我，现在伊犁的晚上这个七八点八九点的时候气候怎么样，要穿羽绒服吗？伊犁现在晚上要穿羽绒服吗？期待有大草原不？其实这里不是大草原，就是我们能演出的那个舞台，就是那个小草原。伊犁比这里条件好，不一样吧？我觉得是不一样啊。因为来到这个巴音布鲁克的人，一般都是去看那个九曲十八弯，看那个风景，都是为了看那个风景来到这里的啊。你的演唱会开不开？演唱会开啊，演唱会28号开，好吧？明天他们主办方这边能帮我点一个篝火吗？主办方说你真是麻烦，点一个篝火，晚上围着火篝火唱歌好不好啊？伊犁不冷，温度刚刚好，是不是？伊犁的话，他们说播三天，但是我只想播两天。我伊犁就播两天算了吧，好吧。乌鲁木齐的话，可能我们需要再过乌鲁木齐报备的时间比较长，报备舞台的时间很长。伊犁呀，伊犁，我去伊犁的话是不要门票，不要门票。伊犁直播是不要门票的啊。而且伊犁有机场哦，我到时候就是从伊犁可以就是会飞回长沙就可以了，从伊犁是吧？明晚还播吗？明天在草地上换播一下吧，就播两天吧，这样吧，你觉得呢？就播两天算了。谢谢星辰啊，感谢。乌鲁木齐还有报备，因为乌鲁木齐做直播比较麻烦，要报备。晚上天没黑怎么播？是明天应该没有时间，等到我们天黑的时候，因为明天我们早点八点半播，播到十点半，天还没黑呢，我们就差不多下播了啊，好不好？就不要等到晚上了，这里晚上太冷了，所以你说要别人去那个草地上看我直播也是挺辛苦的，真的。对，以后我们尽量都，我们去户外尽量都选这个，因为我们最近做的户外其实都是比较偏的地方，真的真的好偏。最近我们做的户外的地方，觉得是吧？然后，
之后我们尽量选一些不要那么偏的地方了啊，尽量选一些能够飞机能直达的地方，好不好？啊。不能走出回忆，正在借的话可能是八九十啊，可能啊。张在界要去播啊，下个月要去张在界哦，家人们。张在界一起玩吗？一起来张在界玩吗，家人们啊？海边直播。哎，完了！我用这个，为什么我每次用这个相机播，我就没有那种，没有用手机播那种随性的感觉啊？用相机播就是，我手机播的话，我就感觉啊，这个你们可以发疯，我这里我不好，我不太好意思发疯一样，啊，不太随性啊。咋了，姐姐？姐姐感冒了，感谢。姐姐病呢。长沙大舞台的话，7月18号。心疼的玫瑰瓣也还开着，找不到匆匆掉落的花蕊，回到现场却已来不及等待，任何回应都不可得，为弱的风筝头天里飘着灰，不去手中缠线的那个，没有蓝天又何必去飞，怎么适合黑色笑颜掉了，雪白眼泪掉了，该出现的所有表情瞬间掉了，瞳孔没有颜色，接着笔的长河，回忆是最可怕的敌人，故事情节掉了，主角对白掉了，该属于剧中的对角戏也掉了，胸口没有快乐，断了翅的白鸽，不枯萎的借口却凉了。曾经唱过的歌，分享。这去张家界的宝宝们，有没有组团的？有没有？有没有组团要去张家界的？来，这首歌叫掉了，张惠妹了，是的，掉了，我觉得好好听哦。黑色笑颜掉了，雪白眼泪掉了，该出现的所有表情。哎呀，我这嗓子哑成这样了，家人们。都哑成这样呢。对，我要去张家界了。嗯。掉了，主角对白掉了，
该属于曲中的对呀，心也大了，胸口没有泪了，断了翅的白鸽，无枯萎的天空天。嗯，张家界好多人，是的。没有，今天是因为早上起来就头晕了，就喉咙里面老是有东西在那卡着一样，东西卡在这里。今天我这唱，要唱的，上舞台唱都费劲了，今天真的。几号去张家界啊？哎，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搞一个那个什么，就是我们的空中旅行团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就是宝宝们如果想要去，比如说我们去张家界，然后就组一个团，然后呢，这个团是我来带你们玩，你们会来吗？我来带你们玩，会，你们会参加这个旅行团吗？啊？报名的扣一波报名来，唐导游带你们玩要不要？落的玫瑰回到现场却已来不及。我看了半天只有白十三报名啊，真的是只有白十三报名啊，就你一个人啊，那可多了。感谢游客哥报名啊！手中呈现的那颗没有蓝天，又何必去飞？怎么适合？嗯，但是这个会有很多问题。万一报名的人太多的话，酒店都订不到怎么办啊？啊啊！太多人报名，然后报了一两万人，然后酒店都住不下，我天、啊、酒店都订不到，等一下。瞳孔没有颜色，结了冰的长河。带你们逛张家界啊，带你们游湖南。这么多人报名，这报名的人多少来，多少人会来？我跟你说，有多少人会来到现场呢？啊，飞机？你什么飞机啊？难道每个人都从一个城市飞过来吗？那可不一定啊。现在七八月份的话，张家界可不一定订得到酒店哦，啊，不一定订得到酒店哦。按灯牌来报名。哎呦，张家界也值得来玩的，家人们，是不是？张家界值得来玩。滴答滴答答，滴答滴答答。哼，等一下，我找一首可以做背景音乐的歌好吗？没事，可以不睡觉，全部露营是不是？全部露营。嗯。我现在好想有时候在直播间唱一些以前唱的歌曲，但是我今天还是不唱了，家人们啊，今天还是不唱了。张惠妹，张惠妹，这个电脑我完全都不知道应该放什么歌。今年还会来武功山吗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我去不去。他们没有邀请我去啊，武功山。你可以跟花生一起，
啊，你们公屏太，你们的公屏太快了，我有点看不到。公屏也太快了，不要唱了。几号去张家界订酒店？你们现在就知道吗？现在就订酒店了，订机票了。像我这个，我这个身体素质这么好的人，我来这里也感冒了，真的。主要是我昨天在开播之前，我穿的非常少的衣服去拍短视频。你们看，今天看到我那个西海青哥了，去拍短视频，然后晚上就有点受凉了，感觉。欢迎大家加入张家界气氛组。我觉得张家界肯定气氛非常好啊，对吧？马上订票，不告诉你们。你们真的这么快订掉没有？你是我最痛苦的抉择，为何你从不放弃？你看，就刚刚有人说武功三，我就想到去年6月23号，我们去武功山，我还好，我坐那个什么直升机上去，然后团队的人全部是爬山上去，爬了几个小时。啊，今年同样也是这个时间，我们来到了新疆，路上颠簸。像那手中泻落的沙，像泪水流。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夜里，谁都看出在大围山见过我。酒店这个酒店房间里面还是不冷也不热，平时不用开空调的。嗯，小唐不要哭，我哭什么？我像哭吗？我像在哭吗？家人们，马面裙好看吗？家人们，马面裙。去年是非常的值得。去年去武功山，去年到武功山，我们还上了90多万人气，是不是？去年去武功山。宝宝没哭。宝宝没有哭哟。实际上我有时候也想跟大家聊一下，很多人会说想跟大家聊一下，就很多人经常会说一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我经常看到有人会在评论区，因为很多人会在评论区说一件什么事情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音乐声音可以再小一点吗？我把声音弄小一点，因为它会影响我说话，影响我说话。你们知道，就是很多人会喜欢在评论区说一件事情，就是他总是说，唐毅的粉丝量很高，说我粉丝量有4000多万，为什么直播间现在只有10几万、20多万人？我觉得今天要好好聊一下这个事情。昨天我觉得就是能说出这些话的人呢，我觉得他们可能是玩抖音的时间还太短了，可能是没玩多久。因为我们在抖音直播久了，你看直播久的话，你就会发现看到很多主播，然后曾经有一些主播呢，就是他可能一个作品也没有，他一个粉丝也没有，但是他可以做到10万加，但是反而他的粉丝多了以后，可能到几十万或者几百万的时候，他反而直播间有时候是人气可能1万都上不去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拿我自己来说吧，我觉得我在这个1000多万粉丝的时候，我有到达过100万人气啊，但是反而现在我4000多万了，可能我有时候上10万、20万我都很难。其实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其实你直播间跟你的粉丝量是没有一点关系的。就是
这个直播间人气跟你做的久不久，或者你做的时间久不久也没有关系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哎呀，这个音乐唱歌太影响我说话了。你们觉得是不是？好好聊一下来，好好聊一下来，好好聊一下这个话题，真的。不然总有一些人很无知的说，你粉丝4000多，为什么直播间只有120万人？就是你知道在抖音上一直保持10万加人气，你知道多难吗？就可能你一开始你的直播内容很好。然后你上了10万加，可是大家看久了你的直播内容以后，慢慢的你又上不去了，人气又下滑了。这时候就是跟你的内容有关系，跟你创新有关系。就粉丝量只能代表什么？只能代表今天的你，今天之前的你有多厉害。但是直播间的人气是看你今天的你和包括以后你对自己的规划，你的直播内容有关系。所以粉丝量并不代表说你这个人有多厉害，只能代表他过去你可能厉害过，是不是？如果你想直播间一直保持10万加人，不要小看10万加人，取决于你现在以至于你未来你的规划，对直播内容的规划。所以呢，就是这个创新确实最难的事情，真的，在抖音做了这么久，看过太多起起落落的主播，是不是？我不厉害，我真的不厉害，我只能说，我做的还可以，因为我还是几年来我都能上10万加，我只能做我自己做的还可以。那也是因为我们直播间的铁粉比较多，很多人说我是运气好，但你不得不否认我确实有一点小运气啊，是不是？